人工智能校巴车即将组建完毕。我是校巴歌德，守护小朋友是我唯一的工作。只要按下歌德徽章，我会来解决所有困难。从今天起，我会一直陪伴阳光森林幼儿园的小朋友。不不孔雀开屏。小可爱们，一会儿到了动物园，你们最想看什么动物呢？我想看老虎，我想看大熊猫，我想看超级帅气的大恐龙。动物园可装不下一只大恐龙，也许蜥蜴可以替代一下。不不我的生日礼物，要用它来跟我最喜欢的孔雀拍照。小可爱们，在动物园要注意安全，要注意身边的警示牌，不要太靠近动物或是打扰动物哦。知道了，小米老师。校巴歌德安全抵达，啵啵。小可爱们要准备下车了哦。知道了，小米老师。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我有点想念我的泡泡浴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布布，歌德你辛苦了，小朋友们再见。歌德再见。啊，终于看到最漂亮的孔雀了。小千慢点，小心摔倒了。哇，小倩，你看孔雀都不开屏了，我们还是去看猴子吧。哎，好无聊啊，这孔雀都不开屏的。哇哦，猴子表演要开始了，我们快去吧。小米老师，快去看猴子表演吧。你要快点哦，小倩。我还是看孔雀吧。孔雀先生，孔雀先生。孔雀，孔雀，看我！哈哈，开屏啊，开屏啊，快点开屏啊！等等一下！咕咕咕咕！咕咕咕咕！咕咕咕咕咕咕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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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咕咕咕咕咕！咕咕咕咕！咕咕咕咕咕咕咕！哇，好厉害！孔雀又开屏啦！咕咕咕咕！啊！我也要跟孔雀拍照，笑一个。不。啊，有了！咕咕咕咕，开屏啊！快点开屏啊！
哟哟哟哟哟哟哟，是孔雀。哎，哇啦啦啦啦啦啦！开屏了，来，一二三，茄子。哟，去拍大熊猫了。哟哟哟哟哟哟，有啦！孔雀，孔雀，快看这边。嘿嘿，一、二、三，哇哇哇！嘿，孔雀，孔雀，哇，孔雀好像很喜欢闪光灯哦。啊！不要我的相机！啊！这是怎么了？桑尼老师，刚刚我用闪光灯跟孔雀拍照，孔雀突然跑了过来，把我的相机拿了。他是不是很喜欢相机呀？啊！小倩，看来他是很喜欢你的相机耶。可是那是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别担心，小可爱，我想我们需要呼叫可可。啦啦啦啦啦。紧急情况！啊！哎呦！哈哈！哎，我来了！小倩很重要的相机落到孔雀的脖子上了，可是孔雀准备要睡觉了。明白了，校巴歌德启动任务，不不，车体颜色准备，纳米变形装置启动，校巴歌德开始变身。取回孔雀脖子上的相机，应该选飞机。歌德变变变！机长歌德出动。吵醒孔雀，波波。哦，现在只要轻轻的把相机取下来，差一点，加油，歌德！机长歌德，加油！哦不。你好啊，孔雀先生。哦不，他在戒备着四周，我得想个新办法才行。智能分析仪启动。雄性孔雀通过展开尾屏来展现自己的优美，但孔雀受到惊吓时或需要保护自己时，也会展开尾屏保护自己。我想孔雀先生可能是被吓到了啊。怎么才能靠近孔雀先生呢？啊，也许我需要变成一只孔雀。不不不不，好痒啊！不不，哥哥不要动啊。这样真可以吗？不不，没问题。哥哥加油！
咕咕。智能帮帮手启动。你好啊，孔雀先生。哎呀，很抱歉，孔雀先生，我没有恶意的。哦，糟了！孔雀先生，你先忍一下，歌德很快就来帮你了。孔雀先生，我马上来救你了。不不，智能帮帮手。孔雀先生的安全由我来守护。波波，是我的相机，谢谢你，机长歌德。不过很奇怪，孔雀先生为什么突然抢了小倩的相机呢？波波，之前我学着一位哥哥用闪光灯对着孔雀先生拍照，孔雀先生就很生气地过来了。我只是想拍到孔雀先生开屏而已。孔雀可不太喜欢闪光灯拍照哦。大家注意，要文明参观，不要打扰到动物们的正常活动哦。波波，明白了。小可爱们，我们继续去参观其他动物吧。好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在动物园游玩要文明参观哦。桑迪老师，怎样才能做到文明参观呢？拍照不开闪光灯，不挑逗小动物引起他们的不安，和他们友好相处。明白了，文明参观动物园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。啵啵，今天时间又到了，大家再见。大家再见。开心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，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不不不不不不，热血警长在这里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无畏船长在这里，大家别害怕。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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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出现，快点快点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守护真的很安全。